是吧？或者是小时候就是，但还有一种就是上一世的影响，但上一世这个影响怎么通过意念过来的？所以必须建立另两个概念来去阐述这个我们的意识的流动。阿赖耶识、莫那识，所以眼耳鼻舌身意之外，是我们看见的显形的这个，是吧？显形的你能够理解的，还有两个意识。莫那识、阿赖耶识呢？他说信息不灭，就是我们生生世世的信息不灭，那主要有个地方藏储存嘛，大伙问的嘛。我说，你生生世世信息不灭，你的负责怎么谈因果这回事是吧？有因有果，我上一辈做的坏事藏在哪里了？佛说，阿赖耶识里边是吧？就像个库房，他建立了一个库房给你，他砌了个名像，对吧？叫阿赖耶识，这个阿赖耶识是翻译的啊，梵文翻译过来。库房是不能动的嘛，是吧？那怎么影响这一世呢？那不还得建立一个名相莫那识是吧？取过来放过一年，取到这一世来，就这样子嘛，是吧？嗯，我这样讲就简单，大家听懂就行啊、嗯。你说。是的，嗯，我们经常转识成智啊，说大家把识转成智。你要不懂得一切毕竟空的境界，你是转不了。通过一切毕竟空来转识成智，知道吗？所以中观跟唯识到最后合在一起了嘛。你要认为有一个唯识，有一个识，你要把它转成智，你很难转的哦，很难。安住在一切毕竟空的基础上，你是空性的基础上，自然就是识跟智就转。就是，这就想你坐在这儿，你把三维的耳朵。破了是吧？因为你不起人力的念头的三维的就破了嘛。然后耳朵圆通的时候，六根互用的时候，你这个耳朵还在这儿，但是你是佛耳啊。说举个例子，你听的是十方啊，你眼睛看的是十方上下啊，每个维度你都能看见是吧？你不是人眼了，那这就是智慧转识成智了嘛。你从三维的认知变成了佛的认知之见了嘛，这已经转了嘛。就是圆通以后，你就是佛嘛，佛的智慧嘛，不是人类的识吧？人类的就是认知嘛。人类也有智慧，但人类的智慧是不究竟的、不圆满的，它这个三维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就叫识嘛。人类的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莫那识，是吧？阿赖耶是吧？生生世世你莫那阿赖耶识里边储存生生世世的识嘛？生生世世你就在六道转悠嘛？你还有点啥？六道的识都不对嘛？所以那些信息都骗你，六道的都是假的嘛，三界六道你只要转悠都假的嘛，是吧？如来还有识嘛，就是人力说这样说，说如来有智慧，如来有识，如来出来不知身。如来说你也有啊，难道你坐在这儿没智慧吗？你这本来是佛，怎么没智慧？但是你说你现在是圆满的智慧也有啊，是吧？就是你的大海跟浪花是同时存在的啊，是不是？只是你认你是浪花，不是大海啊。但我这样想，大家是从法相来听的。我要把空性比作大海，大家头脑中就有个大海。说啊、哦，我现在就像那小小的浪花，因为你有大小的分别，所以你是听不懂。我说浪花就是大海，你就懵了，因为你认为你是浪花嘛，是吧？我说你就是大海，你就懵。但是我说，哎，你的认知就像你的见闻觉知，就像大海上起了个浪花，浪花最后回来，所以你现在也是海水，是吧？你是浪花，浪花是海水，大家能听懂。但我说浪花就是大海就听不懂，你是佛你就听不懂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大海是大的，浪花是小的，因为你用大小的分别来听我说话，你头脑就生了法相，知道吧？在空性里边，浪花不大，海水也不小，海水不大，浪花不小。没有大小的分别的时候，浪花跟大海是一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必须破坏分别相。你有大小的分别的时候，所以你就不会戒指那须弥。我说戒指那须弥，你大家就不是说，哎呀，这叫神变，这叫神通，本来就是。因为一切毕竟空，戒指跟须弥没有大小的分别的时候，怎么戒指就不能装下须弥山了？这叫神变吗？是你不了解真理，你才在那儿说神变，怎么会是神变呢？这叫真相啊，你才是神变出来的。人是神变，这真的是人力是神变，你知道？所以你要是安住在空性里时间久，你说人力好厉害，
那真是神变妙用啊，那就叫妙用，地球上最高级的神变人力，然后活得迷迷瞪瞪的，然后觉得自己很辛苦，你在地球上已经称王霸道了还很辛苦，大家如果你站在空虚，你从外星球过来一看，哇，地球上最厉害的就是那种物种啊，长着两条腿立起来走的那种，还走得可稳了，四条腿都不稳，他们经常的绊倒，人家两条腿走得跑得可快了，你不觉得这很厉害吗？直立行走本身就很厉害，你看很多动物都是四条腿啊，人类立起来，两条手还能做事，那两条腿跑得可快了，这个物种在地球上还很厉害，而且称王霸道，虽然力量不大，打不过老虎，虽然。但心机可厉害了，心眼可厉害了，挖个洞我陷害你了，就是很聪明，你知道吧？地球之王嘛，很聪明。所以我们开始提我经常说，我们是个动物啊，你要知道，相对于植物，我们是动物，动物植物是人类化的划分的，先明确啊，其实都是物种来的，地球上就分很多物种是吧？平等的是吧？万物皆有灵，人类比较有感情，但是植物也能听懂的话，你以为这个东西？它有灵系的，吸日月之精华，一万年以后你放在这儿，它会成精的，只要它不烂，只要它不死不烂，它真的能就成精了。这个东西它是腐烂了嘛，一般到一定时候，但只要空气湿度所有东西能让它不烂不死，这家伙就成精了，就是个大藻精呗。这个大藻精可以投胎做人了，因为成精就有意识了嘛，就可以投胎做人的，知道了，万物皆有灵嘛，有灵气呢，所以万物皆有灵气的时候，虽然它现在灵气很微弱，你吃它它还是有感觉，就是它不是角色，不是人类的那种视觉角色了，它会感应，知道吧？如果你别吃别骂它，就是讨厌好难吃，它会知道的哦，它就给你放毒啊，你吃完也肚子不舒服，你吃啥一定要夸它，你知道吧？我一定，你心里想，哎呀，好漂亮，好好吃啊，好甜啊。哎，它越来越甜，你知道吧？真的是，你不要骂它，你要么别吃，否则它真的吃完了就吐。真的是，它本来没毒也给你弄点毒，因为它生气了。当然，它生气跟你生气不一样的，感应你的那种恨，你的东西会住到它里边，这叫感应啊，心心相印啊。你骂它，那印到它里边。他也骂你，他一样的，这叫相应，知道吧？那直接就过去了，灵气嘛，他有灵啊，大家相信万物皆有灵啊，是吧？虽然他没有神经系统，没有情感，他不会说话，知道吧？心感恩他，因为他在对你奉献，因为大家都在地球上同是物种，因为你活不了啊，人家没你能活，你没你不能啊。你看这个物种，人家有阳光、有水啊、有土壤，人家就活了。但你不行，你还得吃了它才能活。你有阳光也有水啊，你也有地球啊，为啥你不能活？你非得吃人家？大家都是物种，平等的在地球上出现的哦。那为什么你坐在那儿，你跟人家同等的说有阳光、有水、有土壤，那你就不活？你还得吃点东西是吧？好，你要吃，那不得感谢人家一番嘛，反正人家不疼，愿意被你吃嘛，是吧？哎，算了，跟你共生吧，去你肚子里活呗。好，你吃的时候一定要感恩，同是物种，对不起啊，我没你不能活，我先吃了你再说，就这样子。反正人类重点一个是思想，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就是一个是思想，一个是本能。我们从动物分离出来，一个是思想，还有文明啊，我们有人类的文明啊，什么其实也是思想了，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如果没有思想那就变本能了，你就全是本能反应了，跟动物有啥区别？这两个都不要，都是人道的啊，都是人的，知道了吧？思想可以停下来，本能怎么停？本能跟你没关系哦。这个就有点难度啊，本能反应跟你没关系，那是女人的，那是男人的，是吧？你是空性的哦。我们说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大家就心里只在头上转悠一圈，好像没眼睛没能闻，身体没有身体，空性里边没有身体啊。你身体的每一个觉受都跟你没关系，这很恐怖的哦。每个觉受跟你没关系，你能不能安住在空性里继续修行？这是人力的哦。